你是不是觉得今天晚上大家都在张罗李杰的事情把你冷落了，所以你才不高兴的？二哥，我喜欢上二嫂了。你老说妈偏心李杰不待见你，其实不是那样的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李杰马上就要去美国那么远的地方了，那老太太难免会挂记嘛。如果我们俩没有假结婚，李杰追求你，你会喜欢他吗？你怎么会想那么离谱的事情啊？我对李杰只是关心，并不是对他有什么别的意思。你会喜欢他吗？如果李杰追求你，大半夜的你就不要说这些无稽之谈了好吗？你会不会喜欢他？李杰那大物理学家怎么可能会来追求我？我跟他也不是一个世界的呀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会喜欢他，只是担心李杰看不上你是吗？我跟你没得聊了，我先睡了。莫名其妙。乔丽姐的确决定要返回美国，而且明天晚上就出发。我问过她为什么要改变主意，她居然跟我说她坠入爱河了。我实在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，所以也只能一并向你汇报了。坠入爱河，这简直不像乔丽姐讲出来的话。我问她了，我问她喜欢谁，可是她就是不说。我也向乔治才打听了，也没打听出来。我认为坠入爱河这个理由是斯坦贝格教授交给乔李杰的说辞。说辞？斯坦贝格教授不仅是一名学院老师，这个人非常危险。他是一个有美国军方背景的高级间谍，他来挑唆乔李杰返美，是精心准备的。乔李杰如果在他的安排下返回美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的单独选择了，而是国家利益的高度冲突。我回去找他谈。等一下。这个问题不适合你去谈。对于我们团结争取的工作来说，你在乔丽杰面前，二嫂的身份非常的重要和关键，不宜过早暴露你的政治立场。况且，这么尖锐的问题，直接关系到乔丽杰对于教授还有过去留学生活的认知。那我能做什么？乔丽杰最近在哪儿工作？咖啡馆还是研究院？咖啡馆。他明天也还在咖啡馆工作。他说斯坦贝克教授明天会派人从咖啡馆直接接他去机场。非常好，这个消息非常重要。你回去转告小李杰，明天下午1点半，我在咖啡馆见他，有要事要谈。好。明天下午1点半，唐医生在幕僚咖啡馆等你，有要事与你商谈。妈，李杰啊，既然不能送你去机场，那妈就带着大家送你到这儿了。妈，等我在麻省安顿好了之后，会接您过去。你不是说想看看我的学校和实验室吗？我一定实现你的愿望。李杰，到了美国，把自己照顾好，要不然妈不放心。去吧，去。大哥，谢谢。保重，大哥保重，大嫂保重，保重。别忘了下午1点半，要注意安全。哎，二哥，好好照顾二嫂。 走了。大学，哎，唐先生，哎，您坐好了啊。好。不去东北路了，去林森东路。 You both wait here. Watch out for any suspicious people and vehicles. Okay. Let's go. 1 coffee, please.务必请您跟我走一趟，我家有病人。既然请我看病，这种方式不礼貌吧？跟我走。请吗？这位先生，我的时间不富裕，请问病人在何处？先生请我来看病，竟然如此的目中无人，对行医者毫不尊重。到此。 明天下午1点半，唐医生在幕僚咖啡馆等你。唐医生，知道了我想知道的，自然会让您走。我只问几个问题，绝不浪费您的时间，希望您也别耽误我的时间。先生，请快问。我听说您是在美国学的医，好像很有权威啊。权威不敢当。 我只是在哈佛医学院完成6年学业，在美国做医生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回上海啊？自己开诊所？主要是因为我的一位叫卢方案的师兄极力地游说我回来。卢方案，你说的是国防部2厅的剿共先锋卢方案部长吗？卢方案师兄是我的同乡，也是我的同学。 他的太太当年也是一位高危产妇，并且是我回国自办诊所接收的第1位孕妇。先生，我不喜欢在我的个人资历上浪费口舌，时间非常宝贵。如果有病人，我想见病人。这没有病人。今天请您来是想跟您聊聊黄丽文怀孕的事情。 请进。丽文，你怎么来了？唐医生还没回来啊？哦，估计他今天出诊多，要不你坐下来等等他。啊，这么丰盛，让你见笑了。其实今天是我和平一的结婚纪念日，他在美国待的时间久，爱吃西餐，所以我今天就稍微隆重了一点。你跟唐医生感情真好。 都老夫老妻了，哎，吃点水果哦，不麻烦了。我就是来找唐医生问问情况，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。那我还是先走吧，不打扰吧。啊，好，那我送送你。等他回来我会告诉他你来过的啊。好嘞，慢点啊，再见。先生，我认为您一直在浪费我的时间。从我进来到现在，您一直在质询我的个人资历。 一开始我认为您是在为病人考虑，所以我一一的作答。不料想后来您告诉我这里没有病人，反倒是向我打听其他孕妇的情况。这位先生，恕我无礼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您，但是我不喜欢与您打交道。唐医生，请看清楚了。 黄丽文怀孕多久了，先生？这和党国的安全有联系吗？有没有联系，我自己会判断。孕期的推导要从几方面来看。黄丽文的基础体温仍然偏高，一般来说这是孕期16周前的表现。16周。 先生，我说的是孕期16周前。什么意思？黄丽雯目前的胎动还不明显，可以是妊娠7周到8周胚芽轻微波纹状运动，也可以是妊娠9周左右的小抽动，也可以是9周之后的中度抽动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可以。 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，我也不感兴趣。我们不要再兜圈子了，唐医生。我要一个准确的数字，黄丽雯到底怀孕多少周？先生，您这样质问我是没有结果的。肉眼判断孕期，就如同肉眼去判断胎儿的性别一样的可笑。况且目前国内孕妇不讲究生产预测，羊水破了，急匆匆找个产婆回来就行。作为大夫。 我从来不去无端的揣测孕妇的生产日期。如果黄丽雯的孕期对于这位先生的工作十分重要，那我也只能下一次给她检查的时候进行化验，根据指标提出正确判断。今天，我只能提出这个方案。好，那就麻烦唐医生了。不过，我要在周末前拿到结果。我明白。 等一下，唐医生的箱子好像不错，应该价格不菲吧？价格不贵，是我在美国定制的，跟我很多年了。 啊，是吗？我看做工、五金件和皮质好像都很讲究啊。您介意我看看吗？当然不介意，随便看。这位先生，最近的身体不是很好吧？我看你的眼圈发黑，嘴唇也发紫，心肺功能应该不是很好。这你也能看得出来？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请坐到这儿，我给你号号脉吧。唐医生在美国学的不是妇科吗？ 对中医也有了解啊。心肺是医学的基础课程，跟男科、妇科还有小儿科没有什么直接联系。况且我在出国以前，对中医也是略有精通。的确有心律不齐的表象。你很紧张吗？如果您紧张的话，可以尝试把眼睛闭上。 别动，正常呼吸，马上就好。这是穴位，好点没？是好了点。这儿呢，也有点疼。正常呼吸，马上就好。从明天开始，如果我出去也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回来，你最多等我2个小时。2个小时以后，你就赶紧赶回老家去。 平英，别忘了今天的日子。Mr. Chia, I'm a friend of Frederick Steinbeck's. He's arranged for me to pick you up. Shall we? Okay. Let's go.失联了？什么？我们错过了最晚的碰面时间。我给他发了几次紧急信号，都没有回复。现在时间不等人，通知司良，马上执行避防案。嗯，航班北飞，在郑州降落。是。喂，兄弟，今天咱们家的鸽子回不来了，应该是飞到北边的鸟巢了。嗯，我想也是。 太太，哎呦，唐太太啊！哎呦，桂芬，快去给唐太太沏杯上好的龙井。是，不用麻烦了，乔太太，我一会儿就走的。哎呦，坐下说嘛啊！啊，乔太太，其实我今天来啊，是来跟你道别的。要去哪里呀？我跟平英啊要搬去香港了。哦呦，去香港啊！哎，你的嘴可真够严的，我们平时可没有听到的呀。 我也是没有办法，你晓得的，现在去广州的火车票紧张的不得了。平英好不容易弄到了2张，所以我们得连夜赶路。哎，再说了，要是大家都知道平英快走了，不晓得有多少官太太要来找她生孩子呢，到时候怎么走得了呀？你说对吧？是的呀，是的呀。哎，乔太太，二少奶奶呢？我让平英特地挑了点补品给她送过来。哎呦，你可真有心，丽文，丽文。 妈，唐太太，唐太太来了。唐太太他们要去香港了。去香港？嗯。是呀，二少奶奶，我家平英让我跟你说，来不及给你出化验报告了，请二少奶奶千万见谅。看你这话说的，平常我也没有少受你跟唐医生的照顾，让我怎么好意思啊？ 要不要去楼上坐坐？好呀，好，你们上去聊，上去聊。怎么了，唐太太？平英，她一定出事儿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她每次出诊之前都会关照我，如果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回来，就让我立马转移。 他今天出诊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，他一定是出事儿了。我平时一直是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我总担心他会出事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劝过他一句，因为我知道他有理想，有抱负。 我帮不上别的，我就支持他。每次他给我安排后路的时候，我心里其实特别的难受。我就想，他那么好，那么小心，他一定不会出事儿，他一定不会出事儿的。可是今天…… 丽文，啊，我很佩服你，你真的很勇敢。我不如你，我没有勇气留下来，替他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。我真的很惭愧。唐太太，你别这么说。我跟你说，从今往后，你一定要加倍注意安全，一定要小心，你知道吗？啊！那你呢？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只要回到广东老家，我就会很安全。你放心，李文，我相信有你和平一这样的人在，平一不会白白奉献他的理想。 一定会实现的。对，我要走了，保重，保重。 唐医生是你们的同志，乔志才，有一件事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，但是李杰现在碰到了很大的麻烦，我必须马上去找他。李杰，就是，哎呀，就是李杰那个斯坦贝格教授。 他是美国军方派来的特务，他让李杰去美国是别有目的的。我们组织刚刚才得知这个消息，原本唐医生是想去咖啡馆找李杰详谈的，但是唐太太说唐医生出事了。我也不知道唐医生到底有没有跟他谈，但是如果没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李杰是我弟，我必须去。啊。 莫庚啊，咱们家老三要去美国了，你一定要保佑他平平安安的啊！哎，妈，这么晚了，你们还要出去啊？他肚子饿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就突然想吃小馄饨。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怀了孕都这样，早去早回啊！哎，啊，哦，你也早点休息嘛。啊，我知道，早点回来啊。哎，啊。跟你打听一个人，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他今天来过吗？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，哦。 来过，那位先生经常坐那个位置。啊，对，他今天走了，被带走了。被谁带走了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是个洋人。谢谢，谢谢。美国人肯定把李杰带去机场了，我们去机场吧。嘘，我们去机场。 李杰都已经走了，我们又没有车，那怎么办嘛？我去找组织。哎呀，可是现在唐医生出事以后，我自己也找不到组织了。这丽文，我不太明白啊，那美国人也那么看重李杰，你们组织也那么看重李杰，我弟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吗？他可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，李杰从事的核物理研究对于医疗、电力和武器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怪不得市长天天请他吃饭，副市长天天往我们家跑。那个教授让李杰一个人低调的离开，就是害怕这边政府不放，是不是？你别着急嘛。 哎，我试试啊，也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的忙。谁啊？喂。哎，我是乔志才啊，我找一下六爷。稍等。六爷，乔治才电话。 乔老弟啊，哎，六爷，我是乔志才啊，不打搅您休息吧，我只是有一个要紧的事儿想跟您确认一下。上次您吃饭的时候，您说您有一块好的表，说是那个机芯坏了，我呢就记在心上了。我到黑市到处问了问，都没这个货，所以呢，我这次刚好想到了我弟要去美国，我弟的教授呢也是个机械迷，我在想要不要让我弟。 问问他的教授能找到一块好的机芯给您寄回来。我只是想打电话确认一下，您那块怀表是3锤3问的吗？啊，你让我看一看。